Hello，现在又是一个星期六，现在已经4月份了，现在是4月4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礼拜最新的数据。现在全加拿大确诊的病例一共超过了11000人，现在是11284个确诊病例。我住的安省现在一共是2793个病例。然后具体到我住的约克区，约克区现在有412个确诊病例。我记得上一个礼拜六我拍的时候，约克区还是190多个确诊病例，所以一个礼拜就又翻了一倍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在家里工作3个礼拜有多了嘛，在家里工作肯定心态上面跟平时也会有一些不一样，因为你的工作地点和你的休闲娱乐和睡觉的地方是一个地方，所以就如何保持在家里的工作状态，以及安排好这段特殊时间自己的生活，就变得很重要。首先保持工作状态的话，我早上都是固定时间起床。像我自己的话，我是每天8点半到4点半上班，我都会按这个时间，就不会因为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就从8点半慢慢移到了9点，9点慢慢移到9点半，我就尽量都是每一天都一样时间起床。现在是早上8点40分，我现在准备去做个早餐。我第一个会议是9点15的，就还有一些时间。我现在在家里上班之后就都没有化妆，但是还是会换一个，就是比较像在外面穿的衣服，就不是睡衣，就让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精神。虽然说现在上班和休闲是在同一个地方，但是可以给自己一些空间。比如说，我会 set up 一个上班的区域，那我要是下班了，我基本上就不会到那个地方去了。然后我也有记录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，我觉得还是蛮丰富的，没有到无聊或者就是打发时间的时候吧。每天都会做不一样的饭啊，然后安排下一顿吃什么。现在是午饭时间，今天中午我们准备吃肉酱意粉。意面酱，喂，喂，对，我们现在来做周二的午饭，错了，周二的午饭。这边早上我已经把鸡翅。就是鸡上翅，是不是鸡上翅啊？不对，是吧？鸡腿啊，鸡上腿还是鸡上翅？就是鸡翅的那个上鸡面。OK，鸡的大翅拿出来解冻。鸡肉去骨去好了，现在我给它腌一下，大概就是放生抽、老抽、料酒、蚝油，就是很基本。然后我还加一些蒜粉、西香菜那个香菜粉。趁家里刚好还有一个上一次用过一点的柠檬。然后现在来做一个蜂蜜柠檬水，哈哈哈，冻柠蜜，好的。哎，要不要用那个罐装？之前我们吃意粉剩下来的罐子，我们现在就加入咖喱粉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只剩一块了？还没去亏哇，吗？爽！然后现在加酱油，现在加点醋、蚝油。超香！每天都做不一样的运动，像我们一天会去练瑜伽，第二天会去玩那个 Xbox 上面的健身游戏。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我的瑜伽馆就已经完全关门了，然后现在就是。我们两个每天跟着 YouTube 上面的视频在健身。
们今天的运动结束了，超热，广场舞。也会有很发懒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每一周都有一天吃 pop ice。 今天是星期四，不想做晚饭，买了炸鸡，并不是每天都很健康，还是有这种垃圾的日子，不健康的星期四，就不想做饭，觉得自己做的饭吃腻了，或者说是哪一天不想运动啦，就那天就不要运动啦，就玩游戏啊，或者是就看电视，就在沙发上面躺着，或者说是清洁一下家里呀，做一些收纳呀什么的。我上个礼拜就把家里全面打扫一下，开始自动清扫。刷马桶啊，然后刷洗手盆啊，就第一是也很解压，第二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家里时间比较多，那家里也会更容易脏嘛。然后对多伦多来说的话，现在四月份了，春天也到了，衣服也需要冬装收起来，把夏装拿出来了。然后上一个星期我们还买了一把枪，就是不需要枪证的枪，就在不需要枪证里面算最高级别的枪，然后就在地下室玩，也蛮好玩的，也挺解压的，真的是一个刺激的晚上。唱完歌现在要打枪，陈勇打的那个罐子今天晚上有什么奖励啊？哎，中了。右手拿这个，右手拿这个，先是上了保险吗？没上保险，这样是保险，就是这样子是打不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告诉我怎么样的，就是现在打不出来，你把它往下掰。哎，打出来了，打出来了，这样是半自动，可以一发一发打。是哪里秒装的？那这个这个这里个点。右眼看怎么左眼看呢？怎么枪在右边？我也没有左眼。你又不让我用左边，我要左。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可以。哇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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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哦，打的是这儿，那也大概也算中了，中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也不行。最后一个，今天到此结束。哇！最后一发力了，怎样怎样？正中中心啊！哇！应该两个都是，两个都是我打的。刚刚打了这个，这次打了侧面擦过去的，穿过来了，都不敢呼吸了，天哪！哇！啊，哎呦，又中了。其实安排只要能想得到的话，事情还是很多可以做的。我们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个叫唱鸭的 app， 然后它可以自弹自唱，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玩，听别人唱的多牛逼。长这样的其实特别傻，就是这样小一个巴的的的的的的。哎，民国乐器啊，不如是国风乐器，不是民国乐器。我们现在学这个民国公车国风哦，国风乐器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。男女难舍，双抱紧舍，茫茫人生好像荒野。愈下愈能，愈下愈能伏于爸爸的，sorry 啊，爸爸的肩膊，谁要啊 ？sorry，
哪怕不行啊，这颜色太近了，我妈我瞎了。你看一下这个有多少个，这么多，我要怎么认呢、啊？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一线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找一个把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，这才叫做意义。童年的纸飞机，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。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跟家人保持联系，我们这个礼拜有跟家里人视频。今天是愚人节嘛，然后突发奇想，想给我爸妈发一个信息，或者是在家的群里发，哎，不如说你们学校之类的，然后你要回国。豆豆觉得下一个学期全都是 online course，所以决定还是最近买机票回国、okay. 那个房子可以退掉也可以。那我呢我们最终的方案就是纸片说弟弟要回国，就不要说自己的坏话了。然后发在家里的家族群里面，看一下他们什么反应。豆豆打算买四月多的机票回珠海了，几号比较好呀？OK， 我写好了。我舅舅回复了，豆豆的爸爸回复，他说回来需要隔离，估计买不到机票。刚刚舅舅说回来需要隔离，估计买不到票，然后豆豆就回复说4月28号有机票，我们刚刚可以看，可以飞广州。然后舅妈就说回来需要统一在酒店隔离14天哦。没有回什么？你说没问题啊。他们看到视频发现幕后是我。我舅舅要视频通话，妈好紧张，你来你爸，我不行，我这样子快点快点去。喂，爸爸。饿啊，我们在吃早餐是吧？对啊，我们在吃早餐。我跟你说啊，第一点呢就是回来的话，这个你们从哪里得到的新闻是可以在家隔离的？就你在网上看到。不行的不行的，现在全中国从境外回来的全部要到指定的那个什么隔离的医院。你知道今天几号吗？我在录视频呢。我觉得在家里这段时间，因为其他的东西也买不了啊，或者是也不需要，可以考虑买一些在家里用的东西。比如说我觉得非常有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咖啡机，去年我们就买内部咖啡机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家里最重要的一个家电，一杯咖啡就可以让我非常有精神。 Hello， 我现在想来做一下那个最近很流行的手打400次手打咖啡。我刚刚去找我这个搅拌器，找了一头汗，终于把它找到。然后我们家没有咖啡粉，我就想可不可以直接用 espresso 再加上糖试一下，因为现在也没有办法出去专门买一个咖啡粉，看一下能不能成功吧。最后打完是这样，还是很稀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是直接用咖啡做的。OK， 看起来还可以，完全喝不到奶呀、啊，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越南咖啡那种，太甜了吧。喝到有牛奶的部分挺好喝的，成功。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吧，这样子大家才可以在家没有这么无聊，然后也有乐观的心情去看待这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。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再见吧。